想拍片子啊，等着用呼吸机呢。现在给他先吸一下。这儿加上加张床啊，就停不下来。输液、抢救、大厅里边的分诊。昨天记了21个抢救，应该是最近最多的一天。今天等于也是最近我们医生人员最紧张的一天。咱们急诊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集体啊，所以说几乎尤其是护士这块一直在坚持啊，护士长这都没有请过病假，感谢大家，咱们继续战斗吧。嗯，那你干活。主要就是分两班倒，白班是8点上到4点，夜班呢就是4点歇班，一直上到第二天的8点下班。从昨天晚上应该是他们是3点半接班，嗯，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，一口水，然后连晚饭还没有吃。他们现在在这个屋吧，他们父亲不好，老闹。谢谢您啊！行，我去跟大夫协调一下，谢谢，没有话就跟别的科室借一台呼吸机过来。行，我们借过来1到2台，有一个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吧，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岁数的一个患者，现在着急要用。300多一点吧，今天和昨天还稍微好一点，上周会更多。然后呢，看着目前没有下降的趋势，病人还是都很重，持续了有快1个月了。这个病毒传播速度可能还是挺快的，一下就来了很多患者吧，大部分都是发烧的呀，慢慢的演变成老年人的这些极为重症。我们将近小60人吧，全都已经养过了，都没有说休息过这个病假呀之类的，翻了3-4倍吧工作量。我们瞧了10多天了都，就一直这么多人，人家老年人挺多的。发烧10天，哎，对。血氧一直就没有看过这个一天出大概15趟左右吧，跟以前比多了一半。哪有床啊？就在这儿是吧？你看有没有窒息风险？没有窒息，窒息不是这样的啊。好嘞，肯定呛了，现在呼吸机来了啊。哎，那个胃管下完了吗？没有了，我呼吸。嗯，下完胃管了没？还有那个。好的，叫一下抢救大夫。张主任，对，这个咱们准备好了一会儿，您先看完了吗？拿那单子，别上住着使，像你这年轻的得需要等一会儿了。后来的先看，为什么呀？不是后来的先看，都可能重的。就是每天还要跟护士对账啊，账簿的核对。你说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上人了。好的，需要我帮着这个，你不要你现在的这个很说话，带上点吧，我给你带上。就占用120的休息室吧。行。他们已经全部上酒店去集结了。这是我们到的支援的医生，我是老年二科的，我是之前在支援这个发热门诊，还有这个红区病房，然后现在过来支援咱们这个急诊。在分诊台呢，现在还有一张那个等控床、行军床可以给患者使用，咱尽量也不压他们的床啊。他们已经去床头交接班去了，我一会儿呢也要去床头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。其实这一天的工作还是挺累的，但是我相信寒冷冬天一定会过去的，我们一定会迎来春暖花开，对我们急诊科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打赢最后的战役。